检查嘛，乳房硬块。啊？你不要问我了。那个乳，问他。等一下。我不要当镜头。那个乳癌要切除乳，切除乳房怎么讲？切。现在乳癌，比如第四期要切除。要切除。切除乳房怎么讲？切掉。干你娘！那个德鲁古话可以怎么做翻译？他们黑不不熟，他们黑不不熟。梦为努力浇了水，爱在背后往前推。当我抬起头，才发觉我是不是忘了谁？累到整夜不能睡。干你娘！那个德鲁古话可以怎么做翻译？他们黑不不熟，他们黑不不熟。口交要怎么讲？我们都得。但是那是干是嘴巴吃啊。但是哦，那女生的要叫。你干不起。你们那个公司可以介绍一下吗？
艾玛的地方，对，我们行在前台湾都有，然后花莲在中祥街。不行，可以讲啊，那个门是可以讲。你会把它泼上去不是？文字单字的话只剩下100多个字而已，对，因为以前流落的部分有没有，有的都没有保存起来，然后一些祈祷有没有都已经过世了。独钢甲兵，独钢甲兵，更温机，更温机，杀人不超是没有无毒吗？老家茶来黑老路音，一束花啦，一束花啦，一束花啦，一马哈马阿姆，一大娃呀你家哈皮马法路，是有马布娃，老家树娃娃，花皮树海岸，一大一马法，是的是北归。老黑本阿三，怎么了么？我要换。朋友怎么了？是个烂故事。我那啥意思？我那啥意思？哎。花束花纹，我那啥用么？
干你娘，那个德鲁古话可以怎么做翻译？他们黑不不说，他们黑不不说。我为努力浇了水，还在背后往前推。当我抬起头，才发觉我是不是忘了谁，累到整夜不能睡。那个德鲁古话可以怎么做翻译？他们黑不不说，他们黑不不说。口交要怎么讲？我们都得是。但是那是干是嘴巴吃啊。但是哦，那女生的要叫一个屁姐。几岁？十二岁。十二岁哈，念哪个国小？国爱国小。我念一遍哈，你要听清楚。好。台中市和平区。哎。博爱里。你是博爱里的什么部落？
什么？松鹤部落。松鹤部落。嗯、很多五叶松，很多鹤。什么什么什么？很多五叶松，还有很多鹤，不是鹤吗？五叶松哦，那你哪一组？泰雅族和泰鲁格族。哦，你有泰鲁格族血统。你的爸爸是哪一组？爸爸是泰雅族，妈妈是泰鲁格。妈妈是哪边的德鲁古？花莲啊。花莲秀林乡还万荣乡？秀林乡。秀林乡什么村？甲湾村。哎，你国语名字叫什么？讲一次。孙少军。孙少军。那个很少的少吗？不是，少是那个很难的，真的很难。一个召唤兽，那个召唤的一个刀，在一个口，在一个啵啵啵啵的枝。哦，介绍的少吗？不是。不是，那你是不是你们部落里面最帅的、啊？爸爸是哪边的台湾人？这边博爱里。博爱里的哈，台中是和平区博爱里。Yes。那妈妈是花莲万秀林乡景美村嘉湾部落哈。对，没有错没有错。那个，你天生这么活泼吗？没错。好。来，那个妈妈怎么讲？妈妈。哎，怎么念啦？怎么念？越来越近。鼻子。别动鼻子哦。不要动，你的五官很好看，不要动。鼻子怎么讲？鼻子叫做鼻子。不会哈，嘴巴。口啊。不要动，不要动，嘴巴，牙齿。何谓牙齿？哦，那下次要给我录唱歌哈，跟跳舞啊！下次要给我录唱歌跟跳舞练一下。好，我绝对会帮你给你录的。你说你是哪一村的阿密斯？萨吉拉亚的。哇，什么关系？国服的吗？对，国服的。哦，你刚刚是讲阿密斯还是萨吉拉亚话？萨吉拉亚的话。哦，萨吉拉亚。那个抓集制度有没有？哎呀，对。那个抓集怎么讲？你们那个制度怎么讲？阿美。没有在那边生长了。那个你们的河流怎么讲？秀姑兰溪河流。河流怎么讲？阿美话。哈路。那个水流很急怎么讲？好，这两个石头怎么讲？石头格洛啊？格洛好，那最后一个字，那个奇美部落的阿美族话怎么念？吉位部落怎么讲？格洛干你娘，那个德鲁古话可以怎么做翻译？他们黑不不说，他们黑不不说。我为奴隶浇了水，还在背后往前推。当我抬起头，才发觉我是不是忘了谁，累到整夜。
天就回家了。哎，对。干你娘！那个德鲁古话可以怎么做翻译？他们黑不不熟，他们黑不不熟。口交要怎么讲？我们都得是。但是那是干是嘴巴吃啊。但是哦，那女生的要叫一个屁屁。怎么翻？大家跟努比比手。那你再帮我拉长音示范一次。大家跟努比比手。如果那个干你娘要怎么翻？哦，九问雅雅数。哦，超级掰要怎么翻？超级掰是九问比比。干你娘，那个德鲁古话可以怎么做翻译？他们黑波波手。那再帮我拉长音示范一次。的么黑不不熟，干你娘啊！怎么翻？我们阿美族叫达拉么么阿里不古给伊那一束。超级掰，那怎么翻？超级掰直接翻就是俺都来不给啊！俺都来不给。对呀、啊。哦，阳痿怎么讲？好像我不懂哎，没听过，我也没经验。那个做爱怎么讲？英文是 make love 那个做爱。make love 对。Yeah, OK。啊？九路。你直接讲麦克大声点。九路。九路。给。啊，再一次。九路。九路。那如果说那个有时候他们两个瓜牛会在那边交配哈，那个黏在一起，那个交配怎么讲？可是他说那几个干活，哇，麦克吉吉吉，哈哈哈哈哈哈，麦克吉吉吉，哈哈哈哈哈，你对我对呀，嗯，在叫骗子说话呀，那个叫罗罗，大哥，在叫骗子说话呀，那个叫罗罗，哈哈哈哈哈。
吴大师 BB， 他姓吴的大师啊，他妈妈的啊不，他的老婆叫 BB 哎。哦。他姓吴叫大师。啊，吴大师。他的叫 BB 哎，吴大师 BB。夫妻，人家所谓的夫妻就是贤伉俪啊，就叫做吴大师 BB。这个跟那个生殖器官方面会比较有接触性的。啊，真的吗？对。那为什么会把它直接写在那上面呢？吴大师是海绵体的意思。大哥，坏！为什么你会把那个东西写出来的？对，海绵体的啊 ，BB 是洞口。对，桃山村的，不好意思，扯远了。对，桃山村的隧道是不是？那个德鲁古话可以怎么做翻译？他们黑不不熟，他们黑不不熟。莫为奴隶浇了水，还在背后往前推。当我抬起头，才发觉我是不是忘了谁？累到整夜不能睡。
哦，干你干你娘！那个德鲁古话可以怎么做翻译？他们黑不不熟，他们黑不不熟。口交要怎么讲？我们都得是。但是那是干是嘴巴吃啊。但是哦，那女生的要叫。你干不姐。他刚刚讲说他那个冠军的那个动作怎么讲？冠军那个自卫的动作怎么讲？张子起三零零啊，不然怎么讲？三零零啊，张子起三零零啊，不然怎么讲？三零零啊，张子起三零零啊，不然怎么讲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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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三零零啊，那个请问一下哈，那个。泰鲁格族话、德鲁古话哈，那个狗屎怎么讲？狗屎猴脸。你再帮我发音一次，慢一点。狗屎猴脸。狗屎猴脸。对。好，谢谢。狗大便。狗大便，狗屎哈。好，谢谢谢谢。好，大哥请教一下哈，那个泰鲁格族话、德鲁古话哈，跨沙小看什么看？德鲁古话怎么讲？马努卡丹苏。那你帮。你帮我打安数，你再帮我放慢拉长一次哈。马努克达安数，马努克达安数，对对，好，谢谢哈。那个，请问一下，泰鲁格族话、德鲁古话哈，偷 K 兄偷男人怎么念？格莫威斯脑。那帮我拉长音放慢一次。格莫威斯脑。个魔鬼深脑，好，门开十八来，谢谢哈。德鲁古话那个很香，怎么讲？很香，马路不难，跟那个不难，我打死他。哦，哈哈哈哈哈。马路跟那个不难，我打死他。哦，哈哈哈哈哈。马路跟那个不难，我打死他。马路比跟那个不难，马路比跟那个。煮饭呢？哈皮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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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阿姆欧吉。我在那，我跟他跑皮皮。那孩子吃东西。哈皮豆，哈皮豆，阿姆欧吉。我在那，我跟他跑皮皮。那孩子吃东西。我在那，我跟他跑皮皮。我在那，我跟他跑皮皮。
女军人吗？对，会当女将军的。可能哦。可以可以。拜拜，谢谢。拜拜。怎么打？就是林永俊吗？对，哪一组？阿美。哪里的阿美？少峰啊。有混血吗？有有。哪两组？啊，阿美加布农。阿美跟。寿丰的丰，寿丰丰山丰你那边吗？有点忘记了，因为太久没回去了。Bless！ 哦，干你娘！那个德鲁古话可以怎么做翻译？他们黑不不说的。Mahibubusu， 莫为奴隶浇了水，还在背后往前推。当我抬起头，才发觉我是不是忘了谁，累到整夜不能睡。要住在市区的，那第二年大学还是念当军人？当军人，你们不想升学了？会讲阿美族话吗？给我三个字，随便三个字会的，一个有没有？随便一个，谢谢。因为比较少接触，那会不会想学阿美话？有人想，我们要加油了。美女签名，这是应该的。你全部找美女签名，你要跟她合照一下。大陆啊，干你娘！那个德鲁古话可以怎么做翻译？他们黑不不说，他们黑不不说。口交要怎么讲？我们都得是。但是那是干是嘴巴吃啊。但是哦，那女生的要叫。你干不干？想学德鲁古话，
以前有学过，可是现在有点忘了。记得用那个手机平板记录，很简单哈，这样学比较快。记录老人家录完自己学，把它当英文学。好。你犯贱，我不屑。你犯。大师比比武，大师比比比比武大师，比比武大师，武大师比比比比武大师，武大师比一比。这个是柔道还是跆拳道？是跆拳的。有分段。
段数吗？有啊有。你第几段？我三段。最高到几段？九段。我现在这个年纪三段是最高的。我现在这年纪。后面要念大学还是当兵？后面是大学。念哪一间？念南华。是体育类的吗？是。对，是走体育路线。他是有体保名额是？对，是体保生，就是用台前上去。对，南华在嘉义大林村。嘉义大林村。对对对，有机会再去参观哈。好，谢谢，谢谢。Bless me, bless me, bless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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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bless. 哦，干你娘！那个德鲁古话可以怎么做翻译？德姆黑布布手，德姆黑布布手。莫为努力浇了水，还在背后往前推。当我抬起头，才发觉我是不是忘了谁？累到整夜不能睡。我问一下，你为什么想念大学？因为我觉得人生中大学生活是最精彩的，你只要去经历一次，因为人生只有一次，不要后悔。对，我家里很支持你读书。家里也很支持你读书。家里，有点不支持，因为经济没有很好。不过我觉得我还是要去。对对对。家里是因为经济的状况。对。哦，那你自己家人也辛苦了，自己也很想念。然后我就觉得，因为我觉得这我的人生，我有这一次，所以我想去。哎、欸，很棒很棒，谢谢。好，那你为什么想读军校？我因为家里的因素啊，就是辅导我去考军校。哦，家里希望你去念军校。对啊。哦，我是希望你继续升学，去念军校或读书都可以。对对。哦，爸爸妈妈做什么工作？都是服务业。哦，服务业哈、哦。那以后想做什么工作？就职业军人吗？职业军人。休闲时间用手机、平板、录影机去录母语自学，把那个泰鲁格话当法文、英文学。因为老人家还在，你就多录影。家里面有没有巴语爸爸？有。你家里面有阿公阿妈？有。住在一起吗？这个不用。买这个录影机后去买一台，至少五六万以上。你目前不会学，那常常去录，因为老人家以后100多岁会走掉，上不去把它录下来存起来，以后有空才有东西才可以看，有空才有就是以后才有东西才可以看。对，然后阿公阿嬷会讲母语，都会。去，你记得放假的时候去录影录音，买这个一台录影机，买高阶的，懂不懂？好。那个以后存下来之后，到时候像你英语能力不错的话，那你其实学德鲁古话就很快。好，那个因为罗马拼音那个拼法很简单。哦，我有看过，我看过。可是他们的重音很难刷哎。多听就好，就像那个我们讲台语吼，什么靠北跨沙小，哎干你娘，这都是听来的，我们是没有上过课的。对。那你大量录影录音的话，那个去学，以后那个你每一次在洗澡干嘛都可以把那个母语放出来当音乐听，自学，懂哈？要加油哈！好，谢老师。好，谢谢叔叔就好。谢谢叔叔。那你是闽南还是客家？我阿美族。你绑架？好的，对对，我忘记了，我刚刚意思。等一下，那记得帮我联络爸爸妈妈。好，谢谢。你放箭，我不屑。你放箭，我不屑。有那多你打他，有那多你打他，爱我不得呀他，爱我不得呀他，我说不得呀他，我说不得呀他，呀多不拉提他，呀多不拉提他，我那边。Good night.
Udah sepi,
五大是 BB， 五大是 U，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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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五大是五大是 BB， BB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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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五大是。五大是 BB BB 五大是五大是 BB 五大是哟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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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五大是 BB BB 五大是。五大是 BB BB 五大是五大是 BB BB 五大是五大是 BB BB 五大是五大是 BB BB 五大师，五大师 BB。